有个高层领导对你同事进行性骚扰，这不是一次两次，而是反复发生。性骚扰的事我们打算报警处理。你现在的行为是严重违反了合约，明显是在拖延工程。嘴巴给我放干净点。据闻半导体工程被爆出有违章的嫌疑，本来整件事没人知道的，就是你捉虫啊，小事化大，整单工程会停工的，我怎么跟达叔交代啊？明盟 Astro AEC 及 Astro Go